12本，滑單，得你一個嘅。阿軒今晚射波啊嘛。，佢床仲好好抵㗎。費事同你臨別秋波啊嘛。Yes， 最後一單，功成身退。喂，你今日 last day， 請你飲嘢啊！ 做得唔開心咩？一條友夜媽媽都嚟走，好悶噶。係嚟呢度，有人同我吹下水咋？今日咧有個幾市井嘅男仔咧嚟咗鋪頭喎，不過咧好三面口，我諗佢應該都唔係住呢頭附近嘅，仲諗住問佢攞電話號碼添，最後冇攞到。 點解？好怪噶嘛！鴨嘅 phone number 起？咩啊？你幾號電話？我幾號電話？唔係啊，呢個印度話嚟嘅，個意思係你幾號電話？鴨嘅 phone number 起？鴨咩啊？講多次。 加埋個手勢，鴨嘅phone number起，鴨嘅phone number起，鴨嘅phone number起，係啊，下次用印度話問佢，咁咪冇咁尷尬咯。唉，我都話我手車唔掂㗎啦，擺個位都阻住人轉彎。 多謝曬啊！有機會請翻你啊！嗯，有機會啊！